Okay.古堡晚宴，我真的很认真啊！我私底下把我的背包都整理一顿，然后做很多事情，就是，怎么讲？这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私底下有去刷我的魂卡，那也刷了装备了，所以我们今天，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的吧。试看看，谁给我的 ID 给我叫领养代替购买的呀？我再也不愿见你深深深的伤心。圣诞雪雕。这个吗？要讲不讲的是怎样啊？回音啊！冰雪节到底讲了没有？哦，你讲装备啊。这是我昨天弄到的结果。讲话一下。心痕可以做什么？哎，其实我很想跟你们讲背包扩充哎，但是我一直很犹豫。这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哈哈。你觉得我要不要讲背包？哎呦，是上的拉不呀？我们今天讲冒险者的背包，可能呢、啊？那冒险者背包一个就是2400钻，你可以偷这个来换，你就可以有这个背包扩充教学。个人认为是这个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以前 有玩online 时候有，非常重视背包啊。毕竟要讲背包，诶，我输了，真的假的？好吧。